需要注意什么？在喝水吃东西时，口罩难免要摘掉。此时需要注意，在喝水吃东西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大声讲话。摘下口罩喝水吃东西，然后再戴上，这样是允许的。工作期间到吃午餐的时候，往往大家吃午餐的时间会比较集中。在办公室就餐有三点注意事项：一、假如是在办公室吃饭，最好还是另找一个通风更好的环境；二、同事之间错开吃饭的时间，避免人员的聚集；三、吃饭的时候要保持安静，吃完就可以离开，这样在当前。